湿气重不重？看这三个地方胖不胖。一、肚子突出，湿气影响代谢，体内水分无法排出。二、脖子鼓起，俗称富贵包，会导致气血双亏，肩周炎，肩部血脉不通。三、眼皮浮肿，湿气重会导致眼睛浮肿，还容易犯困，精神不济。如果您出现了上述症状，那这个方子赶快收藏起来。吃小豆加炒过的薏米，加3到4倍的水，大火煮沸1个小时，滤出，喝汤。如果不想自己做，可以用视频下方的茶包，便宜。